大家好，我是 Wayne。 你是否羡慕网络上别人分享的精美影片，或是想制作影片却不会操作剪辑软体？没关系，我将以最容易上手的绘声绘影带领大家学习影片制作技术。根据统计，我们每个人平均每天花超过3个小时的时间在网络上，其中超过一半浏览的内容是线上影音。这些线上影音吸引了大部分人的目光，掌握了目光就等于掌握了商机。学会了影片制作，你可以让别人更了解你，你可以让更多人看到你。在这堂课，我们将学会使用绘声绘影7项基本功，带领你进入影片剪接世界，分别是软体熟悉好上手、快速范本秀影片、影片剪接与效果、背景音乐与旁白、片头标题与字幕、转场与滤镜套用、影片输出与分享。学会这7堂课，你一定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影片。我是 Wayne， 我在好好等你来上课，欢迎大家加入这门课程。